你有坐过智力测验吗？我有，我有。那个，那个，这一个测验好像有，靠！不是哥们儿，你说啥？我听不清。我记得是八五还是？哥们儿，你是大舌头吗？哥们儿。可是他是吃我的大肉棒吃太久才会变成那么大舌头。嗯，可以。哎，我想起来，我那个智商好像有六还是六十还是？